像陌生到一切无关，朋友圈连点赞也犹豫再三，不过是恢复原状，我本来是遗憾。我藏着好多的话想对你说，还没开口就收到你的晚安，在心里说不清楚的滋味叫做难过。坚持了最不应该坚持的一件事，懂了最不应该懂的心爱一个人，或许这就是从心痛到心碎的全部过程。对话框里的内容为输入，删除了再删除，一个人的角落我重复了又重复，你永远也不会发现我曾有多卑微无助。有关于你的世界我逃避，没有全都没有，太容易就原谅，每次心痛的心痛最不应该坚持的一件事，懂了最不应该